方才聽過嘅咧就係嚇兩位初相識咁啊發展落去嘅一個故事啦。接咗嚟為大家送上呢首咧，又係大家好熟，不過個曲情咧就比較悲情啲啦。即係城破之日咧，係綠燈同佢嘅夫人係點樣處理嗰個處境嘅問題啦。咁啊，今晚為我哋帶嚟呢首盧安洲嘅，除咗係文以琴係演繹綠燈夫人之外咧，邀請到嘅係廣州粵劇院嘅當家文武生、青年文武生梁文超先生，掌聲有請梁文超、文以琴帶嚟嘅盧安洲。
我愿你夫人抱子逃亡，为夫留情月扣啊！叫我抱子逃亡，将我留情月扣啊！正是呀、啊。将大，只有国
手八义呀，有志走走走。
起千刀伐我，妻你一分情，我十分忧。成牙破，玉石俱焚，多少苦泪，梦啊啊愁，孩子恐怕我贤妻难。为妻
也只将军之剑，只能杀敌，不能杀妻。这个当然。看今日危城不保，将军决已成共存亡吗？六等一死殉国。好一个一死殉国，为妻子女有谁罩一杯壮观之志？此时此际还有何心情饮酒啊？竭力多载，尽是一杯将军情。破碎金牛，千穿胡同，万户。
爱神将望山河恨难忧，怎解千愁恩重愁？嗟夫之恨！Thank you。